天是8月15，还要给小动物准备点儿吃食啊，流浪猫啊、刺猬都随便来。今天得多准备点儿，明儿早上可能还有你要吃一些。毕竟过节嘛，让小动物也吃点好吃的。为了让大家看看小动物中秋怎么过的，我也把摄像头给架好了，让摄像头能正好找到这个饭碗的位置。到时候我剪一个片子让大家看看。好啦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再见。冬至这不得正逢时，再容易绝望下去。雨问大家喜欢过吗？烟在哪？还随手关了灯。不到就放任。